现在人少，让我看看这墙，好像有话对我说。爷，不是我碰的，我作证它是自己掉下去的。下面的墙，看出来你也向往土地，让我们而来解放你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吃了吗，叔？我什么都没干，我在和小强强说话，你们忙，我们再说一会。我的粉丝们来了，快给几个大把手，这剩下的工程量巨大。先不慌，让俺再动动脑瓜子想想。嘿嘿，想不到了，散会。